可以开始录了。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？来，我们回去就登到以前。我们对了，以前不一样啦，时代在变了，以前不是这样子的。他应该有改装过了，怎么会不一样？当然会不一样啊！我们上次拍的是2012年的，我们上次来这边是2012年的，不太一样啊、哦。我们去逛逛，走走逛逛，在这逛一圈。有冷气吹都很方便，走，就不要拍到人。不一样啦、啊。卖东西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以前一样不一样，应该就是不一样。好吧，走啊！赶快了，你在滑手机干嘛呢？我在看你要跟人家谁在私讯。儿子啊，什么？儿子啊，女儿啊？哎、呀你在女儿啊？你在骗人的呀？跟你讲，那骗人的，什么39度，39度我就受不了了。37度是真的啦，可是没有想到37度这么热啦，骗人的。啊？对啊，那39度没有这么热啦，不要被骗了。以前比较热闹，现在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看。不过还是大家走一圈 ，OK？ 你现在后边是可以逛哈，现在只有这样子而已。然后上面有些锁起来了啊。对啊，简单大家逛一圈啦。等一下，我们去那边拍一下39度的画面。差不多这样子啊，一下子就逛完了。老婆走了，我们去前面拍一下那个39度的自拍照，快点，快点啊，快点，老婆，快点啊！你不要一直滑手机的啦，出门走还要滑手机。你拿相机是可不录可不用了。我是在拍影片，不是在滑手机 ，OK？对了对了对了，我们去那个39度那拍一张好不好？证明说，啊，没有那么夸张啦，拍一张 po 网了哇，现在39度哦，哎呦没有，啊，哦要脱口罩了啦，哎，老婆啊。以前比较好逛哦，现在没什么东西，你不会觉得吗？以前比较好逛啊，那时候2012年东西没活动啊，里面很多，现在太简单了，进去走2分钟就出来了。OK， 这段到这边呢、啊，比较短一点，我跟老婆拍一下39度拍给大家看，大家吓一大跳，其实没有这么夸张。OK， 好，好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